Hello， 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我叫做一景，那我也是台东人，然后跟 Girls 女生，组成团体之前呢，是一个非常唱歌非常好听的歌手哦。没有，很开心，我们就是已经合作到第三次了这样子，然后在第三次的时候已经有那个妆发师出现了，所以之后可能就会有那个健身啊或者之类的来那个帮助我们这样子。那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见面，我其实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今天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我比较不是那么的熟悉的一个曲风，但是觉得演出的机会其实不是很多，所以要好好把握一些可以唱歌的机会，然后希望可以来带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，然后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。今天带来这首歌叫做 Save Me From Myself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等我一下哦。我真的是蛮紧张的，因为那个歌词的字很小。好，带来这首《Saving from Myself》。No, it's hard.
是太小了。好，那就是反正呢，因为我的歌路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清淡型的，这样跟外形比较不一样。那我的歌路就是比较清淡型的，所以我出场的时候呢，大家就是可以小睡一下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要邀请的是下一位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歌手，欢迎佳琪还有喇哇，谢谢大家。